民高铁台中站。我现在在哪里？没错，今天要来这里拍什么？嘉义呢一家 Airbnb 房间部分的话，照片都很漂亮，看一下它里面是不是如照片所说的样子，还是只是照片而已呢？The first man's name was。今天呢，在台北的一家 Airbnb， 啰嗦带大家看一下 room tour。它的照片其实跟它的房间相似度蛮大的。这房间要用暗的，暗的话才能开。好哦，冷气。空间的话还算是蛮大的。这里呢是浴室，还有一个洗衣机。都还是1600左右。如果你们有在订 Airbnb 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。那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想要看一下外面的景色，那去外面出发。豆腐，我的星座是巨蟹，血型是 O， 身高177，体重78。今天他带我过来是这个 Notify 棒，中文叫做 A T V， 前面叫干爹。不好意思，看歌词太高唱。我想说唱新不了情，还有其他唱的很好。我尽力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。杯酒都不知道怎么唱。爱你怎么能了？今夜的你应该明了，原来了。早上，我今天睡到9点，还是很困。现在是啊，在直播。Hello， 你们好。那在南机场夜市，当地的人要带我们去逛夜市。在12点以前都还有。啊，最推荐的店是哪一家店？关东煮。这个真假？这里的人看起来很友善。各位，这里就是南机场夜市，然后我们再去看好玩的东西吧。为什么？今天52频道，6月9号，大家都要办反送中，只有冬天还在报韩国瑜。那个是 OK 的记者，跟那个女记者吵架一个。是王佑正撞红了眼，决定毛起来干。你要多妙哦！阿粉擦很厚的那个，我没有说，拐子那个。王佑正，他妆可能画比你厚。对，看你们新闻的人民讲的一句话，理智看新闻，理智看新闻，选择你喜欢看的媒体就好。现在要告诉你们一间大家都觉得很难吃的店，请看，请大家看，就是这个。谢谢你们拍摄。住的是闹区中的闹区，附近有很多逛的地方。那 Airbnb 其实很方便，从你 check in 到 check out 只会有你自己一个人，不会有任何的房务人员。它的 mark 我会放在这里，你可以直接登录你的 Facebook 账号就可以连结咯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要结束咯，喜欢我人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下周见咯，拜。今天要来涂餐炒面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等一下要整他，我们可以下车，他在家。
整个很尴尬。现在来到天堂的家，不知道我过来。One, two, one, two, three, four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有招皮肤可以赶快喝，希望你正常到保重。第三个，你跟心里许好，好了，许好吧。